你管，对，你吃白骨汤无？没呢，我吃饱了。啊，你心情有较好无？唉，你也想较开啊，有真济代志啊，若想过勉强是加艰苦尔，约会的代志啊，就莫想遐济啊。多谢你安尼关心。心情好歹，日子总是爱过，生意总是爱做。对，你哪会安尼想啊？我就放心啦。好，你无用你，我来收拾。啊好，好，多谢。爸。一凡，你想在哪家？在了吃啊。哦。我在那里吃。好，行。去吃。我要这样，我等下吃排骨汤。我这是安怎啊？心情不好。啊，就为了约会的代志啊。约会？好，我知影啦。有一次跟他约会哦，什么在合唱团都唔讲话。哎呀，妈呀，奶奶啊，你弯来弯去啊，啊到尾啊，啊上艰苦的都是我啊。你这做老师的，爱想办法给他调解一下。我嘛知影啊，啊，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种代志哦，无想对，想唔对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解。我对了。嗯。你刚台湾生日过来安怎？我上一夜你无，有欢喜无？当然嘛欢喜啊。哎，开玩笑，一百分美女老师替过生日呢，当然嘛欢喜。而且好，一讲这老的，哦，还得。嗯，对啊，大风跟我讲，有一个阿姨为美国回来呢。美国回来阿姨，嗯，伊哩啊？哎，你哪知啊？那是啥哦？哦，较早恰恰爸跟我讲过。哦。啊，这伊哩啊，知影我跟恰恰过去啊。万一伊若是伫计划面头前提起，一定无欢喜。哈，一个麦克啊，已经真麻烦啦。即马阁加一个弟弟，一恰恰，唔知有法度应付无？嗯，挂。嗯。叶先生。我咧想讲啊，大方引导来的关系哦，不只啊复杂，啊你无代志，莫去插别人的隐私。哎，我哪有啊？我，我想看来。喂，谁啊？姐。酸酸滴滴，滴滴酸酸。对了，这都是恋爱的滋味啊！我看伊凡啊，即嘛是甜的，坐过酸的。各位朋友咯，你着听我讲哩，咱做人第一啦是好心嘛话，讲善恶都着讲将有报，时机到了你就你啊伊啊伊，快过来。爱好心嘛，俗语讲得好啊，啊，歹心恶落多，要死就找伊十五，要大就风较好，要陪伴就找我咯。大家好，安尼咱今仔日到这为止，明天请早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明仔再过来，记得嘞哈。谢谢谢谢，来来走。走。干分咯。爹爹啊，啊你也要直播，那不要较早等嘞。你看啦，啊你一来牙齿哦，安尼唱歌就去，大家心里加偌好个啦。尤其哦是大开啦，迄皮哦袂甘你笑笑叫，另外大花哦嘛加袂过人话个。啊，想袂到这味哦，大家搁这么爱听，搁爱看啦。啊，就外行个看老力，看趣味啊。嗯，啊，内行个听认真听耳力啊。哎呦，啊，你即摆两个哦，讲话拢遮尔歹，啊，袂输是你当记者倒头嘞。哎、欸，你看这款式歌内面哦，真正有劝人向善的道理呢。嗯，无错哦，希望迄个歹心毒性的人听了以后会受到感化，就让歹人变好人。那讲到歹心毒性啊，我就去啦。拄只我去外下进营刀啊，听有志讲哦，又会接两工哦，去遐个台顶领什么模范生奖啦、啊。嗯，啊，这是好代志，还是你想去安怎？是啊，本来外下进是真欢喜啦，啊，不过像前讲优惠哦，唔再食着何娜娜什么胡阿水啦，迄目睭啦根本就无外下进，害外下进而心内外艰苦的呢。敢有影？嗯，应该有影哦，我嘛捌听阮大哥来讲过。啊嘞，真好啊！嘿，前下迄个何娜娜伊个小查号你无，就是西龙阮姨家才予伊甲信咱来分手的啊！啊，即马我倒啊要找伊算账，伊阁继续伫遐欺负咱夜市仔的人，真正是吼欠人架势啊！倒头，既然这个妖魔还无叫人收服，我看选一个日子吼来去替天行道，你想啥办？当局，你较干巧哦，予你设计，我来配合。那呢，就麻烦两位替我下去出一口气了。你最放心，只要阮同机倒头出马，保证一定会成功。没错。听你安尼讲，我都袂记得艰苦啊！啊，我食了有好无？还食有饱呢？暗时啊困，都还盖棉被，最近有较寒呢。妈，你大概看到我拢问者，做妈妈唔着拢安尼。优惠啊，你今日好看你伫台顶讲话，你足够好呢，你拢还袂紧张。我就替你感觉骄傲的，啊！不过我无伫大家面头前感谢你，你袂生气啊？你心内若有我吼，有讲无讲，迄拢无要紧啊。若用看到你，就算讲妈妈搁较委屈，我嘛会忍耐。你真正无有爸爸回来跟你做伙住啊？只要你答应，安尼我就甲爸爸讲，叫伊带我回来，咱一个伙仔，阁亲像较早安尼，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好无？尤伟，大人世界你袂了解啦，我甲恁爸爸是无可能啊。毋是因为伊管食。甲伊拢无关系，迄是我甲恁爸的代志。你是真巧的囡仔，你都爱相信妈妈。伊关节真正是甲咱斗三工，啊照顾尔。你看你面拢灰去啊，妈妈摕面巾甲你擦擦咧，你遐坐咧吼。
你袂忘。只要有会卖过去妈妈，我就袂满意啊。有子，是受过分啊，我也无唔对。我知影你无唔对，是有会唔对。啊，不过你这个做哥哥，爱好好甲你兄妹讲，唔是去甲动手。啊，若无，敢若会哦，佫较无爱认真个，嘛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。敢讲，你要让你妈妈伤心？我知啦，伊感觉。你放心嘛，咱有机会拄到约会啊，我嘛会好好甲讲。伊感觉。有甚物代志你讲？你为了要照顾阮哦，你常常安尼走来走去，啊，你是安怎无爱来甲阮住？一管姐，你会甲阮住好无啦？安尼大家会当做伴。有会，你哪伫遮？这是阮家呢，想怎袂当伫遮？请你以后莫过来啊！你哪会这么无礼貌？就亲像你甲爸爸讲的同款。我是教你学的啦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，我来甲讲。玉伟，你别过来。玉伟，我知影你也是真关心你妈妈，才特别走回来。啊，不过你今仔日做的代志哦，确实让你妈妈真伤心。我妈妈讲伊无，你免想要害我。你妈是无想要让你艰苦，所以才把所有的委屈啊吞入鼻巴肚来。玉伟，啊，你敢知影？你有一个全世界上好、上伟大的妈妈，你应该好好珍惜才对啊。你也不是我的啥，凭啥物甲我讲这？玉伟，若不是你一直出现，我妈妈也袂外吵我爸爸，我哥哥也袂大概看到我伫甲老冤家。明明就是你自己做不对事情，害妈妈伤心，让我受气。你哪会安尼？我偌在意管家身上。好啦，俺两兄妹妹一见面就在你冤啦，敢免讲像以前安大好啊斗阵。有一点就无可能啊！我拄才才听到，伊要帮我甲恁做伙住啦。玉慧啊，你误会啊。遐话哦，是我甲伊管家讲的。是我希望的，因为伊关节是帮助咱上多的人啊，比起迄个无负责任啊，干那会放债务，让妈妈拖下包包。伊关节会当照顾妈妈。妈，你甲哥哥讲啊，你袂接受啊，你会当爸爸甲我转来住啦。你讲，俺啥物唔讲？刘伟，啊，我跟你爸爸。你别讲爸爸的歹话啦，伊拢是咧想办法要让咱这个家会当去住做伙，是你歪伫咱这个家，无怪咱阿姨拢讲。你怎拢会甲这个老毛带做伙啊？因为你冤枉妈妈。我袂听，我袂听，只要伊搁出现在这，我也要我等啊！因为，因为，因为，因为。这个Michael即摆调戏，继续要插手你其他的艰难，啊，唔多跋倒捡到宝，啊，就开始摇摆起来了，啊！真正是千算万算，唔拿天一话。早知影在恁大方生日迄当阵，就甲白去坐飞机，送伊转去美国。即摆讲真是假讲的，我今仔来就是要提醒你较注意的。非得这艰难一定好好做，没有任何事个差。这搁着你交代，安尼阮伫个业界，都无需要甲人徛起啊咧，对。我也免讲上满，非得袂晓大意。这弟弟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一句句话才当有机会甲变成，才想麦克当来公司。伊搁把我放掉，叫我用对台麦克的标准来对台我家己。像你刚刚讲，
伊去嘴骨真厉害，我唔敢伊嘴偌厉害，是歹心无人知。若是为知影麦克是平伟代志是咱的创工，代志就保重收煞。规日咯，这件人一定要做真水亏，绝对袂用让人掠包，让人吹断皮。啊，这案若成功，以后咱得到计划信任，要做代志嘛较好做啊。 是啦是啦，你放心啦，免烦恼啊。阿姨，一定要较细腻的，因为咱这摆对付的不是一个初出头门的高囡仔，是一个阴天阴天加巴三寸深的老狐狸精。哎，阿表，别走啊，阿表，顺行顺行。顺行。 真正叫我摇着啊！迄个李丽娜参详，本代表讲的遐尼阴丁，安尼本且个根本就唔是伊的对手。哼，本代表一定是知影讲这个李丽，唔是遐尼好用，好意来甲咱托头，咱吼皮比较硬嘞。嗯，对吧？啊，两位尊贵人士进来好无？ 表弟，啊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我唔知咧。你讲笑亏的款，啊，无人叫你来，啊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啊，你家己唔知影？真的啦，啊，我是拄仔哦对恁老卡经过了，向阳敢那太注意啊，好一个感应。哦，我举头一看，哎呦，拄拄庆祥啊，你的办公室哦，就一个无形的力量，伫甲我杀，伫甲我杀，我就自然而然来到伊。讲遐尼多，你俩总讲我来相信。 你这个变身啊，这摆要过来骗阮啥？表弟诶，无需要讲到嘴角全破啦，啊，带你去两步去啦吼，去骗对你无了解诶人，加减会当骗一两个红包。啊，那我你庆祥这么成功，呵呵，你骗无半仙啦，拜托，请你出去，多多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着阳讲吼，叫我去骗别人，像你这个成功诶人，我若来甲你骗，我毋是假闹鬼尔，无咧啦，着连咪卖包红包我，我拢着好啊。 外表威风光鲜，搭地啊无半仙，财神爷来到门口口，我头就做伊走。不，你是把是你后背讲啥？拍七岁哦？那不是我讲，拄则是太祖爷讲。啊，太祖爷是讲啥？啊，无你嘛讲一个较清楚嘞。恁最近是不是？ 明明都要赚大钱啊！这钱哦，拍伫门外口，咧，是，都是袂进到。讲了阁不遐准呢，你若无现现刘玲的下一大笔钱，啊，来走出来一个你伫甲咱破坏，敢有这声？无你讲看卖，是啥物原因？你算啊！啊！ 问题出在公妈，公妈，不，啊，公妈什么问题？哦，你这安公妈生日时阵哦，无见到好日啊，所以你的公妈就白保庇庆祥啊赚大钱，就算讲庆祥啊，搁再好的财运哦，迄钱伫你身边咧，来去去，就是无法度去入落地啊的。 不哩啊准呢，你感觉？啊，无你嘛讲看卖，我应该安怎做哈？啊，既然都知影，嘛甲我斗相共。啊，歹势啦，讲实在的，平常时我嘛互恁足看无目地啊，恁斗代志又我无啥爱插啦。无啦，莫安尼啦，平定的。啊，过去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啦。啊，你是半仙的，北顿较阔，你唔得莫甲我计较。放心啦。 稍等你，甲我斗三工，我袂死你咧。红包大大粒一个，好哩，好。对对对对对，讲红包，等下讲讲我来骗钱啊，对哩。不啦，不是安尼讲咧，啊都吼，你拄仔毋是讲是太祖爷甲你送入来，吼，这表示讲天公伯要甲我斗三工咧，嘿，啊你是本身咧，咱会当违背太祖爷的意思，爱你你甲我提示，好，拜托你啦。你讲的毛利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明仔载都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日子，吼。
我特别来恁厝走一撮，讲骂悄悄，安就无问题啊。好啦，明仔载阮会传好，等你过来。一起再拜好，啊，阿先，顺行顺行，哎，唔通袂记哦，明仔载哈。 是。先怎调来找伊来？你我助手啊，这是阮机动的标准配备啊，你了解吧？还是你要做我助手，倒头你敢会晓？他调来倒头，啊，干那仰香拜拜尔，敢有需要伊？人讲就这哦，你着有所不知啊啦。阮顶下先哦，即嘛是道行愈来愈悬，不管是拢有可能起动啊，万一起动起啊，啊，若有啥物指示咧，恁敢听有？啊，恁敢看有？ 所以，这需要我这个倒头来给您解破嘛。啊，你若唔爱，我甲您解吼，嘛无要紧啊，我来走。要好要歹，恁兜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不啦不啦不，解，别解咯，是无爱解。哎，惊上吊嘛，是讲嘛啦，莫讲讲其他有诶无诶啦。恁即个杂事是处理好势未啊？啊，好势好势，万先请，请。对了。李家祖先在上，今日受李家子孙李庆祥一家人之所托，来自本地安神定康制作，灵泉三星布列作仪，李国品，两时今日恭新拜拜，奉请李家祖先定位受乐，倾心敬拜，定体在此。 李家子孙跪，你不跪吗？伊也无把我当作是李家的人啊，甲当阁无法面分，我啥话都爱跪。无紧无紧，我跪倒，我跪倒啦。哦，你就安尼讲啊，吼，李家子孙叩拜。 肃静啊！要去啊！要去啊！要去！拜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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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问姓家是多一尊神明？不是神明，莫非是李家的祖先？人呀！您祖先来啊啦！有话要甲您讲哈！请开口！李家不肖，家中你好大胆！你！ 方才叫你跪下，你为何不跪？你是讲我是吧？当然啦，讲你，还无敢讲我。你这个女子对我不尊不敬，不敬不拜，动作我为插头，心内不善有我，你该当何罪？你别给我吓个哦！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。 当，你千万唔通闹跑！你真的嘛若闹跑吼，恁祖先一定无欢喜的。伊一个无欢喜到第三更半暝一定去找你的，逐工甲你跺跺跺袂当你耍，你上好乖乖跪的，互伊加骂两句啊。娜娜，你听话啦，啊无你是要害规家口拢袂平静心，紧跪落啦！你还不下跪吗？ 伊也毋讲，我甲大哥也袂大声小声，连一个意识都无。我无算过来你家，我毋是你家的子孙，你莫找我，你莫找我。大刁路，伊那拢甲人生咯，不拜的人的祖先，来呀，教法伺候。是。
那，做甚受气啊？紧跪落啦！啊，站住！我明仔载伊是真正父亲，还是假包的？伊我啥人听得跪？有好大胆！伊一个打狗三地厝出身的查某囡仔，本来我是代念讲，你随会中路。 不过你在十岁迄一年，你的爹亲的过往了后，你负起着长女的责任，扶持你三个小弟小妹。伊哪会知影这挂代志？敢真正是祖先负心？也算是辛苦过来，阮无想要甲你计较。不过你铁齿铜牙，苦劝不听，该打。啊！ 哎，啊！甲你拍落去啊！你敢紧跪落去？唔跪，我拍死哦！啊！跪落去磕头啦，叫手。吓呐！哎，搁磕头！啊！好啦好啦，我磕头，我磕头，我磕头！你莫搁拍，你莫搁拍！你家的祖先呐，你若真正有脸有舌，你应该出来，你家这不好的子孙呐！ 是对我无情无义，搁当还搁无法一个面分，我再对祖先不敬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哎，你踮祖先的面头前，你是咧看大啥啦？你不能在水祖先拢总了解，一个不孝子孙是非不分啦。你恩贤惠大母，天性不孝细义，你违反伦常，你弄假煞的，该打。哦。 惊孙唔敢，惊孙你还唔敢，惊孙唔敢。你，心肝恶毒，搬弄是非，欺负大某，罪加一定再大。啊！我唔对，我唔对，我唔对。去！原来我应该早就先搬咯，叫恁这子孙起心动念，倒头何在？倒头在此。我二回一大了，你替我打。我。 啊，啥嘿？恁恁伊会当搞跑？住口！打！干好！我最大就大。是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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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赚大钱。从今以后，您必须每日敬神明、拜祖先，不得再欺负大母。啊，我讲，随时来找您教示啊。是是是。啊，知影知影，以后唔敢，以后唔敢。拢知啊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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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面色不好啦，拄仔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无，无啥代志啦吼，啊，就因祖先来吼，啊，甲因交代一挂话啦，吼。啊，啊，交代话，你有条无？啊，哦哦，有啦有啦，啊，感谢大师吼，看魂问卜，啊，安心慰，啊，这淡薄仔意思，互你接地啦，啊，这巧啦，谈在。我甲在恁聊聊，我甲正面笑出来。我有一个建议哦，明早啦，咱这个家伙甲换做大鱼剑，还是气球，可以个小查某爱国甲大声。这个歹人较惊死啦！来来来，我卖细胞，阿弟。免啦免啦免啦，我若有通拍一个小查某吼，那我来这抓就有价值啦，钱我卖。无啦，这你家己的，你无你要来成功啦，替你啦。拍人够钱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问你，啊，你到底是真正去还是假去啊？你若知影讲因厝的啥物最近财运无好，事业不顺，无啦，迄都饮食话咧讲啦，经常会去因店的啦。啊，敢若知影讲因咧包金戒的工店啦，哦，啊，我唔知了解。啊，我昨昏去找经常的时阵，哎，我迄饭代表在我伫遐呢，生意敢若讲了无介好个，无要你要讲伊倒位来无？哦，也够有啦。你哪会知影讲迄个小查某是高雄三地厝的人？啊，佫讲伊啥物？虽然毋是中路，但是当作中路伫咧用。连这你也知，哪会遮厉害？这毋是我厉害，这是电脑厉害。电脑唔来，镜头刀佫会查户口哩。我拜托朋友去查啦。
伊个户口顶原先是处女，哦，处女。啊，你如果上济，嘿，这个表示讲哦，伊应该个有一个职责，那不是拍算去，就是本人啊。哦，原来鸟主哦，我想讲因祖公正经来嘞。家在庆祥还袂娶伊，哎，户口无迁走，这天公伯吼，挑滴安内个娶过来啦。哦，天主哦，来来来。煮这排骨汤吼，哈尼多年啊，应该也要煮了吼。等妈妈若老先退休吼，咱咧祖传的秘方，看着免惊讲无人通传啊。妈，啊，大家煮排骨汤的做法拢差不多，啊，是安怎咱做的排骨汤特别好吃？干嘛嘞？有影啊，啊，大家拢安尼讲啊。我咧想哦，用心，用心落去做料理足重要的。啊，搁有啦，咱咧用这个药材吼，哦，拢足少的。啊，白骨搁青，啊，咱嘛免讲啊，啥物啥物趁钱啊，偷工减料安尼是毋好。啊，搁有，我咧煮这料理的时阵，我拢想讲是我的心肝宝贝，后生查囡要食，当伊免凊彩煮，我用心落去煮，互伊啉落到了足健康的哦。所以哦，每一人拎着妈妈的白骨汤的时阵。就参像我，恁着妈妈的爱心同款，啊，巴肚烧烧，心肝嘛烧烧。好，你甲妈妈爱心啉落去，真好真好。唉，为什么哦？又回来煞感受袂着我的爱心呢？你管你啦！哎，我来，你看这。嗯，这一下美食比赛报名表。嗯，啊，这边怎？是咱夜市啊，要配合电工所，要举办一个地方的美食比赛。啊，我想哦，你应该去参加。哇！嗯，唔通啦！哎，我是小吃啊，普通的物件，啊，哪有法度上到民港比赛？那白白就倒兵啊！哎，你唔通看轻你家己啊！啊，讲到咱金华夜市啊，上好食物件啊，都是你的外合排骨汤哦。啊，你无要甲我拼，我是要派上去啊！哎呦，咱夜市内面好食物件足多，哎，轮到我。啊，你就去，你就去试看卖啊！啊，若是丢顶哦，你生意一定比即摆搁较好。不是希望啊，赶紧加赚一寡钱，甲债务清清嘞。安尼嘛会当，赶紧照顾有一家有会两个囡仔，安尼不是真好，对吧？是啦。啊。啊是讲我的白骨汤真正敢有拼命哦。有志，你来甲你妈讲，伊煮的白骨汤好食无？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妈，你袂记你拄则甲我讲啥？你讲哦，你伫咧煮汤的时阵。拢甲这想做是要给我甲姚慧玲的排骨汤啊，所以哦，遐用心的煮，我嘛真希望有够较侪人会当领着妈妈的爱心跟妈妈的味道啊。我想哦，安尼会通全世界找无第二个人煮的啊。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嗯。哦，可恁学老干安尼哦，我敢若无去试看卖袂用的。真好，有志气。咱即马无得啊，就是要加你个排骨汤哦，你个知名度拍好响，哇，足响诶！所以啊，咱整理就好，卖夸张啦。哎，无喏，妈，你毋是常常鼓励我，读册爱读到第一名，所以哦，你参加美食比赛，嘛爱得第一名才会用啊。哦，你个压力足大个呢，妈。你不是跟我讲要有压力才有进步啊？所以哦，妈妈，你会当得到第一名的啊！好，我会足认真、足认真去拼，去拼第一。对，拼第一。来，给你翻。哎呀呀！过来，来。哟，叫叫叫！
头拄仔是向上里等来。嗯，你也知影，你看着。我看你啊，喙笑目笑，满面春风，搁咧唱歌，啊，应该是甲某咪人拄仔才分过哦。啊？你搁真好用吼。嗯。哎呦，那呢是单恋爱哟。Bingo。这大方都成名了，应该是真灵真快哦。嗯。哦，啊，哥哥讲是何方神圣？是你好好的老师。嗯。哦，不是啊，伊才不是好好的老师嘞，伊是。假使我即马就予哥知影，这人是 Michael， 那安尼哦，伊一定会因为伊身份对我偏见。不如等哥看到 Michael 伊本人再讲。你想啥？啊，讲话拢讲一半啦。无啦，伊是秘密。啊，你最近哪遐济秘密啊？哎呦，哥，你放心啦，伊这个人哦，真正派嘛，真善良。你看到伊哦，一点介。干嘛呢？当然啦，我江一凡刚讲干会歹，而且这个人哦，真尊重你哦，又甲我讲。要来找你拜码头去。好，那呢，约一时间来会见。好。好啊，时间我来瞧。嗯 ，OK。我想要约会。嗯。